截至目前，日本全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3万5千例，东京是日本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2020年最后一天，东京都政府通报，当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达到1337例，创下历史高点。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正处在第三波疫情中，其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医学专家警告，如果东京的疫情持续恶化，当地医疗系统或将在重压之下崩溃。此外，东京周边的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以及福冈县和岐阜县当天均通报了创下历史高点的新增确诊病例数目。为遏制疫情蔓延，日本政府敦促民众在新年假期减少外出和聚会。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宣布全国或局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